社会消息，毒虫身上藏毒，看到巡逻员警心虚往公园逃窜，还说他肚子很痛要上厕所，但他浑身都是 K 味，谎言不攻自破。员警也在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包毒品，最后被依法送办。过来，民警警追在后，男子声称要上厕所，不断往公园逃，立刻被警方逮住。你来这边干嘛？我找厕所。神情紧张，不断嚷嚷，肚子很痛，身上却飘散浓浓 K 味。彩虹烟拿出来。我真的没有，闻就知道了。男子嘴上不断说没有，但身上味道早就露馅，口袋掉出白粉，这才承认是毒品 K 他命。可以了。嫌犯24号晚上11点多被巡逻员警遇见，身上藏毒，心虚冲向公园。员警见状冲上前拦查，果真抓到毒虫。警巡逻时发现男子行色匆忙且刻意回避，经拦查他表示急着要上厕所，却在其口袋查获毒品 K 他命。男子假借肚子痛企图逃逸，但最终还是逃不过员警追缉。记者林柱强桃园报道。